民宅内冒出火焰，民众紧急逃出，连鞋都来不及穿。屋主紧紧捂住口鼻，在一楼焦急的往上看。消防人员火爆，火速到场，立可拉水线进入民宅灌救。可能是电线的关系吧。我们上去的时候，整个都是烟了。然后我们说，不对，然后它是一级，然后我们就赶快下楼，赶快走。 关总开关。这起火警发生在金门县金陵乡一栋联动式透天24号上午9:47发生火警，正是黑烟从顶楼窜出，吓坏附近住户。消防人员到场，发现起火点为神明厅旁的卧室，立刻入内抢救。所幸整起火势在10分钟内就被扑灭，现场没有人员伤亡。现场为燃气机房。 起火燃烧，面积约3平方公尺。由于金门近期天气湿冷，除湿机、电暖器的使用率大增，这次火警就疑似是电线走火酿祸，但确切起火原因还得由火调人员进行厘清。记者李金龙、谢淑雅，金门报道。 免疫力会降低，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觉，女生睡不好，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，皮肤也会变差。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，叫做梦梦水，独家的配方呢，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。怎么买呢？来 QR code 快点购，扫一下。